哇，一年一度的金曲奖名单终于公布了，迈入第27届的金曲奖，这一届可说超多大咖角逐，像是王力宏、林俊杰、萧敬腾、信、阿密特、邓紫棋、蔡健雅等太多太多实力派歌手统统出击。究竟在483张作品中，谁能获得金曲门票？首先看到是女歌手部分，一位许哲佩，摇摆退役。第二位小霞，第三位是苏玉莹，明明，第四位阿密特，阿密特富啊，下一位蔡健雅，苏玉哲，而男歌手入围名单则是第一位黄明志，亚洲空杀2015，第二个李健第6张创作专辑，第三位柯志航，你不真的想流浪，第四位马斯卡，东南亚啊不啊东南美，最后一位林俊杰，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接下来年度最佳歌曲，最佳年度歌曲奖入围的有5位。不要放弃，第二个入围，母系社会，阿密特2，第三位，不为谁而作的歌，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第四位，下雨的夜晚，冬未了，第5首，小幸运，我的少女时代。而这次最大赢家可说被阿密特、林俊杰、苏打绿莫属，不过首次出击就同时入围最佳女歌手和最佳新人奖的苏运莹也相当厉害耶。不过我没听错吧，怎么王力宏、萧敬腾这些金曲歌王统统落榜了？实际上对很多音乐都有自己一个主观的标准，然后在这么多的过程大家都花很多时间讨论，所以那有一个投票机制，所以在这个投票机制底下表现出全体评审的一个共同的结论。金曲奖向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没入围的明年加油喽。